哎呦，你们看这么一张木偶画像，这边是写着1974年6月30日出洋化于金门。这些东西现在人都已经不用了，这种什么热水瓶啊，什么黑把剪刀都已经生锈了。你看，在这边，然后这边有那种信封，还有碟子哎，你看有那种，怎么有碟子在这边呢？其实人家都说啊，在那种空屋里面啊，常常都会聚集很多灵啊。那如果说在这边玩那种碟仙的话，其实是常会有很灵验的那种效果，你知道吗？这边刚好找到碟子。哇，甘拜下风，风雨为沈大王。对呀、啊，大家这么说。鬼屋不是玩前仙，就是玩碟仙。其实我都是被逼的。不过，不是、啊、医药，为什么医药数到十三？是不是那个老师喜欢玩十三级？一般来说的话，十三这个数字哈，不管在东方或者在西洋哈。那事实上十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数字，那么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禁忌。那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主要的是要大家能够把这个心念啊，把它集中，那么把这个意志力集中之后，你要去请这个碟仙会比较容易一点。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在 VCR 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女人的那种画像啊。那事实上我们在玩碟仙的时候啊，那老师就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想那个女的啊，为什么不能一直想那个女的呢？不能看她的。不是，不能够去观想。那一般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你的心念意志哈就会跟它慢慢相互结合。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跟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很容易附身，附到你的身上。那虽然现场也许我们有三个人在玩，可是有的人他的体质上面来说会比较接近所谓灵媒体质。那他本身如果在观想的时候的情况下，那这个人就比较容易被附身上去。所以就不能想他。不是我另外一张照片来，张国富，你想，你对着他想，我待会儿他会被附身的，太可怕了。我现在看谢老师啊，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谢老师上我们的节目，这个佛珠怎么越带越多啊？对啊，以前还没带这么多。对啊，哎，老师你很奸诈，你都只顾自己不顾我们哦。不是，他本来带那么多，发一串发一串，后来发现你们都没事，就不用了。他们在玩碟仙的现场周围，还有包括那个女戏的那个画像，您有看到？有，那女士有在现场吗？就是，因为这个片子啊，大家刚刚如果说大家注意，我大家会稍微提一下，你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那个照片突然间笑了一下，就是嘴角动了一下。那这种就是说，我们当像比如说我们到某一些地方去哈，比如说祭拜，我们现在再把影片不是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快吓死了！真的有笑一下吗？就是稍微嘴角动一下。那我们现在再 play 回来看，可以看得到吗？我们可以看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吗？有，我有看到。你看到？我有看到。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镜头在动的关系，还是画面在动的关系？长兰哥怎么都不讲啊？我觉得至少他笑要比哭来的好。讲得好。你呢，张国富，你能看到什么？其实我一个直觉啊，刚刚看照片跟现在看镜头，我最直接一个人，我觉得他的脸好像是，好像是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那种感觉。我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好像是一个底片去。对，好像底片有时候我们拍好，对不对？可是我们冲洗的时候冲错了，冲反了。对。那他给我感觉就是那个感觉。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看到他嘴角在动呢？有，我觉得在右边的地方好像有。我也是，就是稍微这样嘴角要牵上去一下。对对对，是那个感觉。我演给你看，是这样。
对，那你最好笑了，就这个样子。OK， 那观想那个是怕他可能跟你会有磁场的接应。对，那数到十三是为了想让那个磁盘赶快动起来，他每个人的意念就会集中在这个磁盘上面。你下一段结果你们这个碟仙到底没请上来，结果我们是有请出来了，但是你们一定不会想到请出来的人是谁。地上有一张很奇怪的那种字帖，上面写什么啊？这个东西打开来会不会有什么恶念啊？不太敢翻耶。那前面呢？这其实是写在一张那个日历的后面呢。你刚翻过来我看是日历。走遍天涯共海湖嘛，一定是湖嘛，三年水一个古月嘛。然后这个是想嘛，想怨吧，怨哀独叹时运。这句话哎呦，我敢把它弄破。这句话应该是说他很感叹他的那种很悲哀，他的时运不是很好，仰望早日归黄泉，脱了字什么永眠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走遍了很多地方啊。这个是自杀的意思，这个字好像以前国文有教过。对。Oh my god！ 有人在自杀。热闹啊！这是有人自杀写的耶。可是你知道吗？他还蛮有文学素养的，因为他是。他自杀的那种信啊，还是用那种有点像诗词一样的东西在写，所以我猜想这边可能有人在这边自杀过吧。碟仙，碟仙，请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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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好，现在碟仙已经出来了，我们要非常冒昧的打扰您哦。那我们今天在这边是非常保持善意的待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想要请问您是您是不是，我想您想现场请问您说您在生前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如果是女的话请走到室。好，那她生前是个女的，那我们想问说她是在什么，我想请问她是不是照片中的这位女性的。好，那请问你是我们现在照片中这个女性吗？如果是的话就待在是，如果不是的话就待在否。好，那她可能就是这个照片中的女性。我们可以拍一下，再拍一下你的面貌吗？如果是可以的话请带到下一个的是，不行的话就对了。好，谢谢，谢谢。再拍一下你的面貌，光要把它开，让它拍漂亮一点啊。我想问你，要问 two person 吗？可以，我想问他有几个小孩。That's two person 哦。OK。That's two person 哦。如果您不愿意回答，没关系。不要，没有，我就到否，好不好？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些问题比较太私人了。可以回答到是，可以回答到否。好，那他愿意回答是不是？那他是不是他有几个小孩？是一个吗？有几个小孩？请走到那个数字的地方。我觉得你生前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人，而且很温暖贤淑的一个女性，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这么说的话，你先找事。对，看她的照片就知道。嗯，很温柔。那
想要问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因为，比如说是因为后代子孙他们全部都散到其他地方去，所以现在才要在这边重新的那种装修改建吗？对，就是。那赵天川这对结婚的人哈，你认识他们吗？如果说认识的话，请走到室。啊，这答案其实是是。他们是你的小孩吗？如果是，请回来室；如果不是的话，请走到府。是。那请问他们结婚的时候哈？你还在原世界这么聊吗？你就是说你有经历到他们的婚礼吗？如果是的话，你就在试；如果不是的话，不行，这样讲，不能就不用这样问了啦。那这边其实有一张照片啊，仔细看有点像那种丧礼啊，好像不是，这是丧礼，好像是丧礼啦，是吗？是那个祭典吧？嗯，那个红红的。这样应该这样问，就是说跟这家族有没有关？请问这张照片是丧礼，有事的话就来事，不是的话请走到府。不是丧礼。不是丧礼，那这个祭典呢、啊，跟你们家的人有关吗？有事的话就在事，不是的话请走到府。其实好像没什么绝对关系，我们要开始走了。这好快哦。我并不会觉得害怕，因为我觉得他很温和。我们这样问差不多了吧？没有，你们刚刚叠香完一半，翻开那张纸，那个是？他是他，我研究过，他是个遗书。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他随便是拿一张那个日历纸啊，然后在背面就用毛笔字写的。然后写的那种字句啊，一看就是说啊，很悲惨啊，所以我还不如就一死白了啊，就直接去黄泉这样的意思。那你们翻过来看看他死的是什么时候？因为很多那个命案现场啊，或者是死亡的时候啊，像比如说一个手表或者是一张日历，通通都代表他就是那个时候死的。你们翻开来过？对啊，我们就是忘记了。可是当我们最后想起来要去搬的时候，已经再也没有人敢进那个德月楼了。就出来外面也就出来外面才想到说啊，对，忘了翻看那个日期。你们最后你们在玩那个碟仙那个请出来的那位女士，就是对她是有承认说她就是照片上，就刚刚我们前一段旅外回来那个照片，对，那位女士，那个女士不能观想那个哈，不是说不能观想吗？对，我没有观想啊，是的，另外那工作人员她后来自己承认，她说没有了，我是想到那个女的，我说你干嘛想害她出来了。就是他想的，我没有想。可是看起来那个人看起来人蛮好的，对，那个人其实很优雅的人，他走那碟仙都蛮优雅，这样慢慢飘过来飘过去。你讲的很可怕，好像踩在上面飘在上面。我还走优雅两个字，走还要优雅。嗯，可是老师，您刚刚看他们玩碟仙的现场，你有看到那个照片里面那个女士在吗？对，有。真的在啊？他在，就像照片里面那样子。基本上他就是在帮，就是在跟在你们的旁边，然后。在指导，就是你们要问的问题，他在指导你们怎么走。哇，个性真好，不会觉得你们不耐烦。比如说像那鬼魂，他到这个废墟里面，那他看到的是废墟吗？还是他看到的是他以前住的那个样子？基本上来说，因为灵的东西啊，它的是属于意念上的东西，所以虽然目前看到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在他的那种想法意念里头留在原来的样子，对，还是留在原来那个时候样子。哎，那你们最后问，就是说这。自杀的地点，因为这个遗书跟照片里面是两个不同人哦，对，不同的人，所以刘遗书自杀是另一个，跟你们玩碟仙的是照片那个不一样。我猜想那个刘遗书那个应该是个男的，因为后来我们好像有问那个女的，那个女士是告诉我们说，对，是有人在这个房子自杀，那所以我就对我就不晓得，就是说德月楼后来变成废墟，是不是因为有人在那边自杀，所以全家人就干脆就搬走了，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过刚刚那个自杀灵本身并没有在那个房子里头。哦，自杀了没有在里面？对，是不是自杀的人都通常都没有办法，就是出来，好像已经到地下室了。不是，大概一般来说，大概如果自杀之后啊，哈，我们的灵就变成所谓地缚灵。那你要到阴寿尽的时候，那么才可以就是去投胎。可是不是说自杀都会先关进王死城，因为他对不起天地，对不起父母。
一般来说那个是要到就是随着阳寿尽以后才要下地府的时候才到往生城。所以如果你提早自杀，你比如要活到60岁的阳寿，那你30岁自杀死，这30年间你就要在阳寿飘来飘去了。他一直在重复他自杀的情形，重复30年啊。对，我听说比如说跳楼，他就一直在重复那个跳楼的动作。悲惨。突然觉得你今天请那个碟仙应该付给人家车马费啊，配合队好好。对啊，一直回答我们问题，问了好多问题啊。对啊，真的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影片的情况来看。前面这个地方是曾经有个人自杀过，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地上的那个问题啊，那有的话请到十，如果没有人自杀，请到十。新生南路跟仁爱路那个加油站对面，对，这个大安分局也不错，靠着这个打响名号，大概是全台湾是一个人呢、啊，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个光线这样子，或者这边有一大圈的光啊，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有。然后在最后那个常天他所讲的那张照片啊，就我非常感受非常深，因为那张照片最后是我拿手上的。那张照片洗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白色的影子，那影子可以很清楚看到，好像是一个人的脸的侧面。那么后来到了外面以后，他有讲说他有看到说。啊，虽然大楼盖起来，以前的房屋也拆掉，但是原来存在里面的一些东西呢，据他的说法还在那边。所以他讲话的意思就是说啊，都已经隔这么久了，你们要就去超度吧，要就怎么样？为什么还留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啊，不晓得要干什么，他是那个意思。